过啊，过啊过啊，你是怎么过的啊？你是怎么过的啊？一大脚叼着这个尿桶在这里晃来晃去，你想让我一臭万年吗？啊！我跟你素不相识，你丢我的桶干什么？你丢了才是一臭万年。就是素不相识，你干嘛一大早过来害我呢啊？你不知道我今天结婚吗？没看到我婚车过来吗？那我挑我的桶，你走你的路，你干嘛要丢啊？有你就用着跳桶了吗？啊，在这里晃来晃去，晃到我多不吉利啊！没见过你这么霸道的新娘，你给我捡起来！哎、捡捡什么捡啊？哎呀，哎呀什么呀？先站到一边。哎，老婆，算了吧。算什么算？今天我们第一次结婚，他就想让我这样子，多不吉，弄得多不愉快啊！哎呀。你跟人家农村人一般见识什么？人家跳桶本来让他慢一点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更何况人家已经让到路边了，你还这样丢人家，哎，人家还怎么淋菜？那淋淋淋什么淋啊？真的是，我看你都是穷疯。来，给200块钱你，给个买个10个8个的桶，给我滚蛋！我缺的是钱吗？道歉！嘿呀，道歉！我什么身份？我要跟你道歉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在家里，我想干嘛就干嘛。还有啊，搞不好我想要天上的太阳，他们也会想办法把给我摘下来。你什么身份向我跟你道歉？在我的字典里面就没有道歉这两个字。你们怪的是谁打的？为什么动手啊？就凭我有钱有势，有钱有势也不要这么仗势欺人好不好？我就仗势欺人啊！我爸妈都不舍得动我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我就凭你搞乱我的婚礼啊！你丢我的桶，我还没说你呢，你还打我？我今天说什么我就不要。哎呀，美女。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捡回来了。捡什么捡啊？我们今天结婚能碰那个尿桶吗？碰了就不吉利了，碰了就一臭万年了。那哎呀，那美女，你拿着这钱。拿了，滚蛋！我缺的不是钱，是尊严。哎呀，你个乡巴佬的，你还有什么尊严啊？我看你那是穷疯了你啊！我今天反正我又不赶时间，你不道歉我就不让你过。对啊，亲爱的，你看，我们就急着回去。拜堂成亲啊，不要因为这一点小事误了我们的良辰吉时啊。听到没有，你现在是误了我们的良辰吉时。怪我吗？怪你自己，新郎官怎么娶这种女人呢？嘿呀，你说的什么话啊？我娶什么关你什么事啊？简直就是母老虎母夜叉。什么母老虎母夜叉啊？我看你真的是凶了我多。别打了，要不要？所谓娶妻不嫌毁三代啊，这种女人啊送给我都不要。哎呀，你讲的什么话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表哥是这个村的村长，他很牛逼的，我叫他出来的话分分钟收拾你，你信不信？哎呦，就是这样的，你表哥是村长来欺负人是吗？你叫天王老子来我也不怕。行，你等着，拿手机过来。哦，好，亲爱的，来来。喂，表哥，哎呀，我在你们村庄鱼塘这里呀、啊，有一个小女孩，她来这里拦着我的路，不让我过来，她还被我打了，你快点过来给我指出公道，快点快点！哎，表哥，还恶人先告状，明明我就恶人先告状，你恶人先告状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起来！哎，小妹，你干嘛欺负我表妹啊？明明就是他先欺负我。表哥，刚刚你也看到了，他打我。是啊，我看到你这样用力撞他。我这是正当防卫，是他先动手的。干嘛要动手了？你们两个要干嘛？你看我的桶，他丢到鱼塘下面去了。是他自己不小心弄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丢下去的？我丢的。哎呀，表妹，那你干嘛要这样呢？丢人家桶干嘛呢？今天不结婚不是好好的吗？就是今天我结婚了，他挡在前面，在这里晃来晃去啊！那你等一下嘛，人家挑个桶又不耽误你。这结婚能等吗？再说的，他就想让我一臭万年了，表哥。哎呀呀，他挑了他的桶，他走他的路，不关你事啊！而且这个路那么宽，他躲到这里来，你也不能够啊三下五除外把人家的桶丢到上面去啊！反正我看他就不顺眼。哎呀，你看不上眼睛就能够打人呐、啊！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你这种人。行了行了，你跟人家赔个礼道个歉，然后我捡起来就行了。表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在家里一直都是这样啊，都是你们宠着我护着我。今天我凭什么说什么我都不会道歉？你都知道那是以前，今天你结婚了，你就成家立业了，是个有家室的人了、啊，那为什么还要那么冲动呢？亲爱的，你跟我说句话啊！哎呀，我觉得你表哥。确实说的有道理啊，我们应该
跟人家道个歉。你说的什么话啊？连我的话你都不听，你都不帮我的啊？哎呀，在家里面怎么叫都行，除了外面呢、啊。今天，更何况今天结婚了，就不能够这样欺负人。我就欺负了，我就看到不顺眼，我还想把他扔到鱼塘那里去。哎，不能欺人太甚了，捡起来了，快点了。不捡，我什么身份，我帮他捡。那不捡我捡行了吧？不让你捡，你敢捡？没、哎、不。怎么也不让人家捡呢？都说你赔跟人家赔礼道歉，我们捡行了没有？对呀、啊，我没有错，我哪里错了？哎，你还这样无理取闹是不是？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。哎呀，你听我说，等一下死新郎都发火了，啊，好不容易找到个好男人，等一下他跑了就难办了。发什么火？我的话他敢不听，他敢跑啊？哎呀，在我家有钱有势。哎呀，你说了什么话？哎呀，我们连神其实都错过了，你还在这里无理取闹。今天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道不道歉？我不道，我没有错。啊，那行，还是刚刚这个啊，美女说的对，娶妻不贤，毁三代呀、啊！把你这种人啊娶回去呀、啊，真的是啊，被人家笑啊，简直是一种耻辱啊！那行，那这个还我不结了，你自己爱跟谁结就跟谁结吧，你这种人。你看看，亲爱的，你看看。你怪谁呢？就怪你自己呀、啊！哎，自己那么好的男人，现在摆在自己面前，自己不懂得把握，都是你，因为你呀、啊，自己都醒醒吧，你的头脑。表哥，那我现在怎么办呢、啊？新郎刚跑了，赶紧跟人家朋友你道个歉，然后去追啊！真的要道歉了？不道歉我也没有，你这种表妹，我也不认识你了，以后你别叫我表哥。啊，对不起，态度好一点。来吧，你们。好一点了吗？美女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是错了。哎呀，把我头剪过来，我就原谅你。哎呀，我现在怎么剪呢？等一下我们再剪了，我们先让他去追他男朋友。我能不能先追我的新郎官呢？活该这种女人，谁敢娶你呀、啊？去追啦！追啊！你自己的啊！喂，等等我。哎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干？哎呀，开车！哎、要不要我们帮你剪吧？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自己点吧。哎呀，那对不起啦，没见过这种新娘的，真的是活该嫁不出去。老女人，